还活着呢，张着嘴巴，哎哎，闭嘴了吧，合上了。这种扇贝的壳啊，特别的好看。说发现一只蛏的，这个应该叫双头蛏吧？哎，吃水了，看到了吧？两个头，味道也是非常的鲜美。这应该是个壳吧？身上都是刺，就送给点红心的小可爱们吧。这个小家伙干嘛呢？张牙舞爪的。哎，握杀了，没了。还别说，握杀速度还是挺快的。这可能是海螺妈妈带着两只小海螺来潜水区溜达，被我发现了，全部都带走吧。虽然你藏得很好，但是你还是逃不过我的眼睛。这小家伙被我发现高兴坏了吧？这个鼓包太大了。哎，这是个什么蛤蜊啊？洗一下吧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它应该叫西施贝吧？这种蛤蜊很少见。这个小家伙像不像愤怒的小鸟？他才刚刚出生，还没满月呢，快走吧。哎，不行了吗？别这样。哎，吐泡泡了，好了。